奖励是一时的哈，那那个激励的制度哈是长期的哈。你如果要让这种好的服务精神能够持续延续下去的话，你还是要靠长期的激励的这种制度。我们的做法呢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做一个 cross training。我们把两边的人哈，跟两边的主管哈，去轮调，等到他们再回到原单位的来工作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完完全全可以为对方来着想。SOP 啊，其实只是一种最低的标准。能够运用 SOP 的时候啊，通常都只是非常制式化、重复性的工作，才能够用 SOP 来规范。